转告你背后的高人，不到最后一刻也不知道鹿死谁手。骇客之间的斗争，我们的车子被装了窃听器，财经杂志的那篇报道也是假的。正邪对立的交战，只要有我梁思韵在的一天，我绝不容许任何人在网络世界犯罪。缠绕着的隐形线，究竟是谁在操控着？魔鬼藏在细节中。全新都市悬疑剧操控，从3月1号起，你可以在 Me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操控。